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再回到美国来。那么这个美国来这个问题呢，就讲这个拜登啊。那么最新呢，有一篇 AP 的一个文章啊。那么美国等啊，在西方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就是说啊，拜登先生推出了一个他的这个在外交上全面的这个啊改变啊。那么媒体报道说，他用了"颠覆"这个词啊，颠覆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我们的标题就是说，全盘颠覆川普外交政策，拜登是不是要玩真的？啊，关于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先听听吴强博士的看法。嗯，好，这种问题其实应该先听鲁南同师兄的看法。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我接着说。啊，接着说，好，嗯，接着说。因为我是第一个话题让你讲，第二话他讲，第三话又轮到你。我当然是开玩笑了，当然，拜登的外交路线现在已经出来了，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在透露。我相信他自己会马上会弹出，这是他为他正式的端出他的外交路线做一个热身，做一个热场。嗯，这是一个热场，由一些评论者首先来谈这个问题，谈拜登的外交路线将会颠覆。其实拜登自己也已经在竞选，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他会根本的修正川普过去四年的外交路线，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修正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首先是在于要重新修好美国和过去四年已经疏远的盟国的关系，特别是和欧洲盟国的关系。我在过去节目当中已经批判川普总统在过去四年他跟盟国的关系都疏远了，无论是在自由贸易区还是在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还是在地区热点争端的解决上面都疏远了。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川普总统过去四年任内没有到过欧洲、这个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事实上的疏远已经为现在的新冷战框架的塑造造成了相当多的麻烦和困难，也就是欧洲站在一个骑墙，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上面。那么这跟美国和传统欧洲盟友的疏远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拜登要拨乱反正，我相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是毫无疑问是在于这种川普总统的这种孤立，新的门罗主义，新的孤立主义，新的排外主义，这些路线上拜登我相信他当然是要做一个拨乱反正，做一个修正。那么传统盟友关系还在于一些地区热点的解决，比如说叙利亚问题，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疏远，类似的美国在很多地区事务上都跟传统盟国的关系的疏远造成很多地方问题的复杂化，特别是川普的很多在地区热点的复杂化，加剧化。某种意义上讲，我要承认，也不是川普个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9112001年以来美国的政策长期以来的一种极重难返的问题。那么拜登的这种拨乱反正，就是代表着要拨乱，要拨911以来美国的外交路线的一个大偏移，拨到一个传统的积极的外交路线上，我相信这是最根本的，我们要注意的，这才是美国政策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要谈他对华政策应该不会有大的修正，这是两党的共识，我们没必要多花精力谈这个问题。但是要谈的是修正川普路线，不仅是修正川普的新孤立主义，新门罗主义，同时是要修正911以来美国外交路线的混乱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修正。那么我们知道过去从911以来美国路线，美国的外交陷入到川普过去四年的这么一个混乱，确实不是一天的，不是四年所造成的，是911以来连续造成的。这连续造成既有小布什也有奥巴马任内的一些问题积累而成，这个积累而成是我们简单的讲，我们的话题不能谈太多，简单的讲是军事外交代替了国务院的传统的外交。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乌克兰还是在
其他的一些包括在阿富汗问题，包括在南中国海问题，我们都能看到国务院越来越边缘化。跟塔利班的谈判，跟叙利亚各种各方的力量的谈判，跟土耳其的关系的恶化无法控制，让叙利亚危机一直变成最后是对俄罗斯更有利等等等等，我们都看到这些，包括南中国海。我们当然我记得我们两周前我还在谈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陈小明你记不记得，我在谈在北京其实中美外交对话已经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那么但是呢，这个当然是跟中国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跟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就美国也是911以来过度的依赖军事对话，这当然军事对话当然是指的是武器上的无人机上的这个意义上的对话，就是以国务院里，不是国务院，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的雇员里面越来越多的都是前军官前将领，国务院的传统外交官越来越被排挤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越来越被排挤出白宫的这种讨论各种的这种决策圈子。那么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川普路线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结果。那么拜登想做的实际上是要拨这个乱，是要让传统外交传统的对话方式重新启动，重新上来，用更多的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传统的外交当中来解决地区性的热点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朝鲜半岛的问题是最典型的川普个人外交的一个恶化的一个结果啊，它表面上它不是以军事外交的方式，但实际上是一种抛开国务院，抛开所有的传统外交的判断，以这种个人的很不靠谱的很失败的很冲动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表演，其实它是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蓬佩奥看得很清楚，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是类似的。那么我相信拜登上台以后就是要拨这个乱，回到用智慧的外交的层面上，用更多的智库，更多的理性的外交官，更多的然后再来用这些理性的外交官来指挥将领到哪里去扔炸弹，而不是现在是将领来决定在哪里扔炸弹，在哪里不扔炸弹，是将领来决定谈判什么不谈判什么，来拨这个乱。这是美国从911以来陷入的根本的外交危机，所谓的国力衰落，或者说他的外交混乱，一个根本的一个大的路线的一个失败。那么拜登在，当然我相信不是他个人能够做到的，是他的团队，是拜登的政府，是这个弱的，我们说这个老拜登啊，他很弱势了，但我相信他在弱势情况下，传统的国务院才可能真正有力量上来，不让那些军官将领们来继续来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来主导这些混乱的这些东西。我相信这是拜登的以及民主党的未来的美国这个从所谓的衰落当中重振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好，谢谢这个吴强先生的开场，谈这个拜登的外交路线的这种热身和这个外交路线要关注的自911以来的这种外交路线的彻底的改变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卢烂先生你怎么看那个拜登最近就他的外交政策做的一些热身行动？我觉得这都选情的需要啊，就是为了这个当选要打击自己的这个竞选对手，然后所做出的标准动作啊，就说你能够找出来自己的竞选对手在哪些方面你认为是有这个可以对选民产生有影响的这些方面来抓住，那么来做的一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外的一个动作。那么是不是拜登能够说对美国911以来的这个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我觉得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他哪有这个能力啊？他原来就在这个奥巴马政府做副总统，如果奥巴马总统在这个他这个行政团队里边，如果要对这个911的政策能够改变的话，那么4年之前就应该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第一没有这个能力，从过去的过往的经验来看他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指出的是，911确实改变了美国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对国际秩序的一种新的看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911是唯一的一次这个敌对分子能够进攻到美国本土的这么一次袭击活动。这个恐怖袭击的以后把反恐作为一种美国战略的相当重要的一种战略思想。那么这个我想它是不会被改变的。就如同这个今年这个武汉瘟疫在全世界肆虐了以后，到现在美国也没有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这个事件也必将改变美国人对这个整个国际秩序的一种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个是今后多少年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影响，这跟911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那么说拜登除了在选情之外啊，他抓住了川普总统在这几年外交的这个里边的一些政策来做文章。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成两面来看，就是确实从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这几年的外交政策里边也是有得有失。我觉得得的还是在一个主要的这个作用里边，我们说也许他的很多动作这个姿势并不是很优美，但是呢我觉得是很实用的。其实川普总统这几年来他在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要重新的塑造国际秩序。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框架是在二战以后啊建立的，那么七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变化，比方说数字革命，比方说互联网革命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科技浪潮，已经让这个世界的这个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这个军事的上的这个军事势均力敌的这个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倒下了以后。那么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却屡屡丧失了对很多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些独裁政权充分利用了二战之后建立的这个国际规则，在国际这个秩序里边屡屡的兴风作浪，在全世界各地都会看到这些独裁政权的这些身影。很多很多的事件，包括我们知道像川普总统他对很多的比方说 WTO 在这个武汉肺炎这件事情的里面的作为啊，包括这个联合国人权组织在屡屡对一些迫害人权这个迫害他本国人民的这个行动里边所做的作为，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啊为这个红色中国所利用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等一系列这种数不胜数。所以这个秩序的重建势在必然，是一定要有人来重新来恢复建立以美国这个为主导的自由世界的一个新的这个国际秩序。那么这个人现在唯一可见的就是川普总统在做这件事情啊，他比方退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国际组织，像 WHO 啊，像这种事情。那么就算拜登这个鲁纳先生在这个外交路线里面的具有核心位置的，刚才吴强先生谈到一点，就是跟盟友的关系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跟国际组织的关系。那么现在来看呢，川普是用退出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种重建国际秩序的一种目标。那么拜登呢，显然就是说他完全不同意这种方法。他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呢，他要让川普退出这些国际组织呢，他美国再重新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世界这个人权组织，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些呢拜登现在释放出来信息他都要回去啊。那么显然就是说拜登也要建新的世界秩序，川普也要建新的世界秩序，但是川普的方法是退出，而拜登呢用的方法是加入，那么通过加入的方式来改变。所以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分析啊这两个人方法的差异？我觉得重新加入这个组织
不能起到改变它的作用。就像 WIGO 要美国加入这么多年，对它进行改变了吗？战后这么多年，包括你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包括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美国一直在里边呀。你怎么改变它？在原有的框架下边，原有的这个议事日程里边，根本起不到这个改变它的作用。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事件，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华为声称它在 5G 里边啊，它这个起到一个什么领先的作用？实际上它领先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充分利用了国际组织的规则，它在这个国际专利组织里边，它注册了很多很多的专利，然后它在制定标准的这个国际组织里边，它占据了很多很多有利的位置。他无论是用会买的方法也好，无论是用选举的方法也好，无论用这个拉票的方法也好，他就自己占据了很多制定标准这个位置。所以现在的 5G 的标准有很多是华为去制定的，这标准掌握在他手里边，这就是他先进的地方。说你要改变这个秩序，你还继续跟他来这个在这个原有的组织里边，那你就要按照他的指挥棒来跳舞。那么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不了这个。包括刚才这个小平博士提到的跟盟友的关系里边，我觉得也是在一个重塑这个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在德国的驻军，最近美国准备撤12000人出来，其中有一部分就到波兰，是吧？那么这个里边来就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利益均摊的问题。那么像过去的这种秩序，就是美国永远是老大，永远是请客吃饭，你出钱出人出力，然后保卫欧洲安全，保卫世界安全，那些欧洲小弟很舒服的坐在那里看着这里，你而且还给这个独裁政权这个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关键的问题上不跟美国政府合作，不跟美国人合作，那么这种秩序必然要重新来塑造，就是你自己的安全你自己要担负起来一定的责任。那么我们说这个拜登先生提出来他这个为选情来提出来他的所有的外交政策里边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初川普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比方他说我要废了奥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比方我要退出这个改州 WTO， 然后退出来那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的合作组织，他也确实是这么做了。但是这里边我觉得就如同这个小平博士、吴强博士刚才讲到的这样，就是对盟友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有些利弊要去分析的。我就不认为退出来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联合组织的这个贸易组织这个举动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盟友已经形成，包括像这个日本啊，还有一些这个澳大利亚，还有一些主要的这个国家已经他们在建立一个与 WTO 相抗衡的这么一个处刑，那么这个退出的举动我觉得是有点贸然了，除非你有更好的形式，否则的话如果说美国加入这个 TPP 的这个贸易组织，然后还有现在跟墨西哥这个加拿大的北美的贸易协定，那么只要把欧盟解决了，那么对美国贸易不公平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是你如果退出了这个 TPP， 你又没有一个新的很好的方案来举行的话，那么在时间上在这个空间上面你都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也不认为川普总统所有为了当初的选情而做出的这些举动，为了这个达到他自己回报承诺的实现承诺的这么一个举动都是完全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从主要的方面来看，川普总统所做的这些努力，包括在伊朗政策的改变，包括对这个空间气候这个协定的这些改变，包括对朝鲜政策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大的失误。然后这个像吴强博士刚才讲到，就是朝鲜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委员长见了两次面，到最后的甩身转身而去，金正恩委员长现在不还是老老实实乖乖在那待着的吗？这怎么能说明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是没有用的？然后他说我就是先礼后兵，然后这个策略一直在发挥作用的。我认为朝鲜这几年这么老老实实的
就跟川普总统这个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种方法有效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拜登先生第一是为了选情需要然后来攻击川普总统的外交的政策，第二呢就是即便拜登这个先生他上台以后他采取不同的方法也有可能会加入这些国际贸易组织，但是美国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的美国了，战后的这个建立的这个七十年来的老的这个国际秩序国大的框架必须在新的形势下面会去加以改变，这个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嗯，好了，吴强博士啊，您这个第二轮啊，你进行补充和进行批评。嗯，我没什么补充，但我要批评。鲁难，你要谈外交问题，我建议你不要多谈。你要谈的话，你先到华盛顿、到纽约，跟外交官们、跟美国的外交官、跟各国外交官多聊一聊，多接触一下，至少多看看美国媒体对美国过去四年外交的一个评价。你不能这么坐井观天，在谈这些很不着调的这些事情。你谈其他问题就罢了，谈内政问题就罢了。我一直在讲，你谈美国内政、谈选举都没有关系，我觉得都挺好。不管你有带什么样成见都没有，都我觉得都很自然。但是你要谈外交，我真的建议您去华盛顿、去纽约，或者来北京跟，或者去日内瓦，或者去任何一个外交官扎堆的，或者比如说维也纳，或者是非洲什么地方都可以。我刚刚谈的这些，无论是伊朗问题、朝鲜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还是说过去911以来美国外交路线的失败，我们在讨论中国趁机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趁机在攫取全球的霸权，谈的都是在外交层面上，在外交官的亲身感受的层面上来做出的一个结论，而且是相当程度的共识。在这么一场谈并不是说那么轻浮的轻率的就否定。好，我就谈到这里。这里头问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外交这些人员呢，他们对川普的这种改变外交和世界秩序的这种看法几乎是主流性都是批评的。嗯，是的，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这个对对是这样。嗯，如果要跟这些人对话的话，那他肯定就是你是跟川普的这个批评者去对话，但是呢这个你有不有建议他去跟一些川普的这个赞同者呢去对话，在这个圈子里有这些人吗？嗯，除非他不要搞外交了那就可以，就不要外交了。嗯，因为这个圈子，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确确实实他已经定型了、定格了啊。是是是，那除非不要外交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川普就是不要再态势，那就是个人外交。我就讲首脑外交就是他唯一的外交，实际上这首脑外交完全是失败的。无论是跟习的外交，还是跟金的外交，还是跟其他任何的首脑，包括乌克兰的新总统，所有这些外交都失败。嗯，这个鲁难先生，那你怎么回应？我本来是准备听这个吴强博士来拿出这些具体事实，然后那个来指责我的观点，结果他对我人进行了一大堆批评。这个我们俩太熟了。对对，所以我就现在有点一头雾水。那如果我要按他的说法，如果要谈外交问题，就要去纽约、去日内瓦、去华盛顿。那我要是如果是谈谈那个就是登月飞行，我是不是还要到月亮上面先去溜达一圈回来才能谈呢？对，好，谢谢，那我就明白你的观点了。那么另外一个，我就回应一下这个吴强博士。其实吴强博士，包括您讲到的很多这个现在在任的这些外交官啊，他们多年以来，他们对这个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七十年以来的这种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边，他们对任何的改动、任何的革新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反应。那么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的这个不理智的一种现象。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七十年来任何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各个方面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讲到有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形势哈，所以你看互联网出现了以后，数字革命出现了以后，中国可以用黑客在中国就可以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攻击，甚至包括干扰到美国的这种选情。那么这种秩序不改变，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到了一种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这种情况
尽管吴博士很不高兴，但是我们也觉得这个新的秩序还是要加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看到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对美国来说，虽然吴博士说的非常悲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五眼联盟，现在日本在加入就变成了六眼联盟啊，美国在世界上的盟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加入美国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围剿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个行列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独裁政权的这个所谓过去的这些老朋友，现在就剩下了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就这么几个，伊朗，对吧？然后这个形势来说，怎么能够说明川普总统这几年的外交是失败的呢？这些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一个新的洗礼。我觉得外交这个层面的这个胜利或者说是有失误的话，我们要看实际的这个成效是怎么样的。实际上的结果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国际上的盟友跟尤其是这个武汉肺炎一来，跟美国站在一起一条战线上对抗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比方说在这个香港这个香港港版国安法推出来以后，世界各国也都非常明确的，尤其是欧洲的几个国家，这一次也都是不得不跟美国站在一起，对中国的港版国安法发出了这个声明，包括它的引渡条约啊，几个国家都已经纷纷的解除。法国、德国过去都是非常暧昧的啊，对美国这个外交政策是进行抗拒的，现在也都发表了声明。这就我觉得从外交的层面上来说，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多，他的退群不影响他在新的方面在进行新的来建立新的群，然后他可以建立维持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苏联解体以后一来的中国这种快速的崛起，然后来对抗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然后可以在国内践踏人权，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对包括香港问题，这些动作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在全世界各方面都受指责的这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只能说明川普总统这几年外交成绩做得还不错啊，当然我们对他也有批评啊，就是刚才我就是觉得他有些方面，尤其是在 TPP 这些事情上有点过于这个有点轻率，他应该是利用这个前任的这些成果，为他今后的这些工作来能够做一些有利于他的工作啊，在特别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国际贸易秩序会有好处的。但很不幸的是他退出了这个TPP， 然后把日本啊这个几个国家等等几个国家都晾在一边，那么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失误。但是从总体的方面来说，这个川普总统这几年重新塑造了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比方说这跟韩国的军费啊，无论谈得下来谈不下来，大家都还是要出的嘛，还是要有人来分摊军费的嘛。然后跟德国也是在数量和多少上面现在在达成，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谈判已经在开始。那么我们看到波兰已经把至少1000名美军啊，波兰就主动的说我出费用，你们把这个美军驻扎在我这里来，这难道不是一个进步吗？难道对美军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影响，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军力的重现，包括军费的均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场面，让这些人他不仅仅是一个拿钱的问题，他是一个主动的加入到这个国际崭新的新伙伴体系里面来，这是一个新的秩序，你现在必须要看清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而不是伙伴关系的结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看得比较清楚。我觉得这个就目前而言，这个拜登先生拿这个川普总统的有些失误，或者他认为是有所失误的地方，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这个指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在选战们之前吧，这个大家都是可以。那么川普总统来炫耀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成绩，我们也觉得可以理解。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好处，这就是选举的好处。谢谢。这个我想问这个吴强博士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呢批评现在的这个外交路线呢是军事外交代替了国务院的传统外交，那么你也批评了中国在这样一种应该是在传统外交，是不是这样？是在传统外交的思路之下，中共的机会主义一般的一种崛起，
那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如果要回到传统的外交，那么这传统外交还有没有能力应对中共的这种机会主义崛起？传统外交，我们的传统外交理解的过于狭隘。比如说，蓬佩奥最近在谈，南海主权的问题，这就是回到传统外交的路线上，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将中国依军，实际上是对美国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外交的方式。剩下的才是外交官怎么去指挥航空母舰舰队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让文官来指挥军队，而不是让军队将领来指挥，来抛开文官，来自行其事，在总统的授权下，甚至没有经过总统授权自行其事，这是最关键的。回到传统外交的一个含义，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做一个见证。这是和蓬佩奥的个人的膨胀，他对四年以后的政治野心，政治野心这个可能有点贬义，其实我是很赞赏他这个最近的讲话，以及四年以后他的这种政治决心，一种替代性的一种政治的计划啊，那么已经凸显了国务院传统外交的这么一个，他已经某种意义上讲，川普在这个时候在蓬佩奥这么做这么讲话的时候，包括蓬佩奥最近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今天他跟菲律宾的外长在打电话，跟印尼的外长在打电话啊，这就是传统外交。那么川普外交的威力其实在显示，他在我相信，我最近跟北京的外交官们也都在见面，在谈。北京的这些外交官，各国外交官都现在都有压力，美国要他们站队。那么我在北京清晰的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他们要在中美之间站队。那么这就是一个传统外交的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这已经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我相信其他的方式，当然还要创新，传统外交不是说回到旧的手段，传统外交也意味着，实际上它根本是意味着外交智慧，要重新发挥外交智慧，而且怎么样，更好的来运用外交手段之外的其他的手段。奥巴马时期，我们知道他有一点是很糟糕，但是他认为是很成功的，就是所谓的低痕迹的一种军事打击方式，用无人机，尽量的用无人机，尽量用特种部队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介于传统军事力量和传统外交力量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巧实力。那么川普总统那基本上是其实就是相当的，我们说就是用军事外交完全的替代这种传统外交的方式。那么我说的恢复到传统外交，实际上是外交智慧，智者、政客、外交的智库、学者，更多的能够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那这是传统外交，这是我们普通人所谈的，这不是普通人所谈的传统外交，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谈的传统外交是什么。它意味着它是就像我们说对华政策，它是实际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对华政策的共识就是这么用传统外交的一个拨乱反正，那这个跟川普没有关系。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全国的精英，其实就通过传统外交方式已经在形成这种力量。那么拜登未来就是这个巨大的传统外交回归的一个代表者。他尽管他个人，我相信他也很笨，做不了什么。我早就全美国人民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最好的也就这一点。他能够让传统的外交发挥出他最大的力量出来。那么蓬佩奥已经在做这个准备，在当然他为四年后做准备，不是为几个月以后做准备，但实际上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川普已经是一个跛脚鸭的总统了。那么在这一上讲，拜登的外交路线的拨乱反正其实就在针对一个跛脚鸭的总统，那这就是我想说的。好，谢谢啊。罗纳先生，最后给你两分钟，你补充一下。我觉得吴强先生最后刚才他讲到的是，包括今天蓬佩奥先生都在跟那个菲律宾的外长啊，几个外长打电话，都在做这个传统外交，说明他也认可了，就是现在这个川普团队对这个传统外交也是没有放弃的。他一方面在创新啊，包括贸易战，包括其他的这个退群建新群，包括谈新的协定。那么另外一方面，传统外交也做得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这是吴强博士刚才最后讲话的意思吧，就是他实际上他内心里边是、啊、管我讲什么意思，那个听众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哎呀，他是强调这个蓬佩奥和川普不是一体的。哦，对，他们俩是两个团队。对，他是强调他们不是一体的。嗯，对，但事实上很不幸的是，蓬佩奥是美国国务卿，是这个总统，包括副总统彭斯，他们都是在共同的一个团队，他们做的是共同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维护美国的外交。我们谈的实际上过去，我们谈的是实际上是911以来，国务院一直被排挤出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我们谈的是这个制度上的一个边缘化，这是我们要谈外交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911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嗯，这是一个新观点，就是美国国务院、什么新观点？这才不是新观点，这是我们对美国，就是美国精英、美国外交官、美国的国务院官员以及所有的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911以来外交路线的观察，也包括我的观察。嗯，所以说是一个新的观点嘛，就是美国国务院不管，这不是新的，不管国务院的事儿，这发生了十几年、二十年了，这有什么新的？没一点不新，只不过愿不愿意正视它而已。嗯，好，谢谢啊，这个鲁南先生，你收尾吧。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谢观众们听我们的很多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尤其是吴强博士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今天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对川普总统及其团队，包括他的外交政策，我们还是抱有信心的，因为全世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已经看清楚了整个世界最主要的敌人是谁，他们也将团结在一起。不管今后是哪个总统上台，用什么样的这个外交路线和方法，那么这个方向已经既定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谢谢。嗯，好，今天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呢，人大的两位校友啊，这个两个老朋友啊，这个进行了有深度但是又多样化的一个讨论啊，非常有意思。其实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也好啊，他们就是对这种价值的判断真的跟美国老百姓差距是越来越大。你更不要讲说这个印太同盟你要给他昂度吗？你要给他这个回到以前吗？对不对？你怎么想的，对吧？当时那个川普决定把这个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当时哎呀，巴勒斯坦要起义啊，又要血流成河啊，反抗了吗？都没有。所以像这种事情呢，我觉得现在等于说基本上民主党拜登他实在找不出哪个点。现在我觉得他第一的一个卖点就是说指责川普这个抗议不力。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呢我记得那个纽约时报好像是哪还说过，说川普这次就是说他上任以后对国际关系呢他的有一个 deep learning curve, 他的这个学习周期就是很学习曲线很陡啊，就说他付出很大代价。其实我觉得川普应该说他付出的最小的代价，他把很多问题都给理顺过来了，更不讲那个像比如说像伊朗这个核协议，那个核协议像 Atlantic 这种天天反川的这种报纸都他都专门这种杂志都专门刊登文章来批评奥巴马，那给了伊朗这个完全成为核大国的机会，像这种事情你还要在里边，对吧？所以呢川普不拜登他所谓的这个要全面颠覆川普，我觉得绝对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他也没有别的东西，而且人家还你一说提到国际人家问了，说那个你这个是不是又要在哪个公司那给点把你儿子弄点股份呢，他更加完蛋了。所以我觉得他，而且还有一个他说这个川普可能对俄罗斯更友好，事实上卖给乌克兰武器，给乌克兰武器解禁，对俄罗斯发射导弹在叙利亚那边打的最厉害就是川普，对吧？你相反这个在乌克兰你拜登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儿子那个 Prisma 公司你在做什么呢？对，所以呢这种事情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能深挖。大家记得那个小兵，你记得前段时间就有那个布隆伯格就是说什么中国希望那个川普连任，因为他连任能破坏国际关系，这国际组织，这样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好处。事实上那些国际组织如果不破坏或者恢复了以后，它本身对中国是最有好处。那这种情况你拜登你想恢复这些国际组织，对你美国民主怎么看你？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搞笑的。又是一个我认为正是这个说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他的这个实际上修改这个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核心问题我觉得就在两大块问题上。
第一部分是重塑美国跟盟国的关系啊，这是他川这个拜登这个外交政策修改或者叫颠覆的重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拜登他要修改啊这个美国跟国际组织的关系。那么明确的提出要重回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回这个世界人权理人权这个组织，还要这个重回这个 W 这个 HO 啊，这几大组织，凡是川普退的，他都要都要进去。这是他现在主张的啊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川普是退出这些组织来建构新的世界的秩序，而拜登呢是要回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他要建构新的这个世界政治秩序。但是我们知道，拜登的办法是美国原来的办法，美国在你原来在里面玩不转，所以他才退出来。那么现在拜登还要回去，你觉得拜登这个方法啊，玩的转不转？对吧？首先，拜登他今年78岁了吧？他在美国从这个进入美国国会当议员已经有40年了。从他这边来说，这一段时间基本就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对吧？那也是中国慢慢崛起跟美国叫板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都是这些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秩序啊，这个全球主义的努力，让中国一步步的成长起来，对吧？而美国呢，就是说，第一呢，这个看着这些利益全都被中国拿走；第二呢，自己还拼命的把这些被中国收买了、向中国输送利益的组织呢，给他们输血，每年大头钱还是美国拿。那你现在拜登想回去 ，fine， 你回去你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中国就不回到这个国际组织被中国利用的从前呢？是吧？奥巴马他从小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特别是奥巴马两届竞选，都准备，小布什当时也是准备，奥巴马也准备，就准备跟中国这边要调整跟中国的关系，要制止中国的一些这个对美国不利的行为，特别是那些收买国际组织行为，他们在竞选中都说过。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一个动手，川普动手了，川普为美国争得利益了。那么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证据？咱们看 track record， 对不对？看过去的记录，啊，那些记录你是高度参与其中，你或者是参议员，或者你是副总统，你高度参与其中，除了给你儿子弄点利益以外，你对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你现在有什么脸说你要回去还能做得比川普更好？对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对啊，他现在呢，第一哈，他从他现在讲话都讲不利索了，辩论都不敢出来辩论，是吧？然后呢，而且你还想一个问题哈，民主党恨川普恨得咬牙切齿，你看现在这个黑命贵的暴乱，你就看出那些有些极左分子，他对川普、对美国现在的这种体系、政治环境是多么的仇恨，他们多么想把川普干掉，对吧？好，可是为什么一路选、一路选、一路选，现在剩下最后就剩下一个拜登跟川普对决？我相信民主党，他是绝对不认为拜登是最佳人选的。绝对不认为，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结果？我一直在说过，民主党因为他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导致了他的逆向淘汰。所以说呢，他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法上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就回到这次副总统他的挑选，到现在没有结果呢啊。你什么 Harris Kamala 呀，什么那个 Susan Rice 啊，什么等等，他你好几个说候选人，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他现在拜登第一考量就是怎么能满足他的左派选民的欲望，什么欲望呢？比如说黑人、女性，看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竞选记录都是这种进步主义极左，光是 liberal 不行了，要 progressive 啊，然后呢要怎么怎么样？你等你把这条条框一加上去，马上最后筛剩下的人，又是一个窝囊废、废物典型。所以说，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拜登不行，他的副总统更笨、更笨蛋。
我这话放在这里，你看吧，往下他这两天就可能就近期就决定了。我觉得他不会选一个让大家觉得在这个处理国际关系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自己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他自己很自信。他，我记得他曾经采访人家问你有没有处理过国际关系国际问题中有没有失败的，他说我印象中我没有失败的例子。当然没有失败了，对不对？人家刚想要调查他家族，马上跟他说你在调查$100,000,000不给你，对不对？马上给人拿下，所以他没有失败。他的失败是他家族的失败，他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绝对不代表美国。如果说你想想你在上海去了一趟，你儿子就能有一个公司得到这个中国银行$100,000,000扔到一个你自己什么也不拿扔到上海做建一个公司，你有股份，并且呢你利用你的关系这个公司到美国成功的收购了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这个与汽车相关的公司。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是美国的成功还是美国的失败？他这个事儿可太多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拜登的这个问题啊，你怎么看他发出这个信号？是他自己啊，他拖出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么一个大盘子，而且是要颠覆性的啊，其实为了这个选战的需要呢，还是说明这个拜登真的就准备觉得自己应该差不多了，可以上了。嗯，我不知道拜登怎么想，我不相信拜登觉得自己有什么信心，但是他这个团队给他挑选的这些话题，然后让这些主流媒体去散布出去的，基本上他们认为是属于拜登，应该是，我都甚至都不能说拜登有优势，只能说拜登的劣势更低更小。因为你想他有什么优势呢？对吧？就现在目前他们抓住最重要抓住就是川普的错误不放，而拜登本身没有什么优势，那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大家就是对川普，他就看对川普的抱怨，比如川普破坏国际组织啊，川普怎么让国际我们的盟友不满啊，川普得罪了我们的邻居啊，他们会拿这些东西来说事儿，他们完全不看到说川普静悄悄的墙也建起来了，这个印太联盟也建起来了，而呢德国这边呢也默克尔也甚至说没有，也都表态没有美国不行。而美国这边呢，他从德国撤军，一方面加强像波兰这样的更强有力的盟友的一个军事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为纳税人省钱，这事他们都不谈。但是呢，他们觉得可能除了疫情以外，外交事务和国际联盟，他这不完全外交事务，他主要是说国际联盟这方面，他觉得呢，这个可能是对川普批评最容易一些。嗯。他这个批评的最容易的一个就是欧洲啊，这个特别是提到的欧洲，他提到这个等于是，你看在里面提到就是说，啊，从德国部署数千名士兵的决定，最后完成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啊。那么这个事情，最后应该还是啊，弄不好的话，不是川普擦屁股，是拜登出来擦屁股。嗯，对，他说这个说，川普很多布局不是说他这一届能干完的，嗯，但是呢。他的努力会对美国未来产生一种深远影响。如果大家还在国际组织里边去，在里边待着，大家不知道美国，就他觉得这就是正常现象，美国受到伤害就是正常。那你想想，我们哪怕是在两年以前，有多少人在讲，都在谈论中国2030年、2050年什么超过美国，对吧？但是呢，川普一打贸易战，这个竞争力和这个对方的软肋一下就看出来了。大家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什么人还在谈说中国，你看现在还有人谈说中国哪年超过美国吗？对吧？那同样呢，你欧洲的实际欧盟，比如你看今天又有那个是哪里的，是荷兰是冰岛的，不是，丹麦的好像是首相在批评中国，就是说他们现在逐步的呢都开始跟美国站在一起了，因为如果没有川普这么努力的话呢。中国这边呢不可能比如说对香港问题啊等等问题新疆问题超越人类底线。而且呢关键在于说呢，你看啊，在以前比如新疆问题中国也在做，也都是受到公众谴责，但是美国不采取行动。美国不采取行动呢，那么欧洲也不采取行动，大家都仅限于这口头批评上，对吧？甚当然你要是说这个川普这边呢，他周围就是整个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对他采取行动，但毕竟采取行动呢是在川普这个任内，而川普一采取行动，马上欧盟就坐不住了，因为他不采取行动就显得他对人权无视了。
而不是只是在口头的说，甚至像默克尔连说都不说，因为为了经济利益。那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再采取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打到和那个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打到最后呢，中国竞争力下降，竞争下降以后怎么办呢？你奔驰也买不动了，宝马也买不动了，爱马仕包也买不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对这个欧盟的这种吸引力也越来越小。那这种情况，欧盟站队他往哪儿站去？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滞后发生的，它不是马上就发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你不能说出川普错在哪儿了，你只是说你做的努力，现在一时看不到结果，那对你竞选有多大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没理着理。我看的这个报道的，我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担忧是什么呢？就是他要颠覆啊，川普时代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呢，他要去创新，应该是吧？啊，但是他也不像创新那个样子。为什么他不像创新的样子呢？他搭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班子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奥巴马时代和拜登当副总统时代的旧班子。对啊，就是这些人。那些外交政策让川普不满要去改变的，你说你看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啊，杰克·沙利文啊，承认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助理，对，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尼古拉斯啊伯恩啊，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小布什和布林啊和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高级外交政策职位，嗯，托尼啊布林肯是奥巴马的副国务卿和副国家安全助理，然后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兼联合国大使啊，苏珊·莱斯啊是副总统候选人。对，你看看他选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基本上是这个核心团队，都是这个奥巴马时代的。他是特点是，对，他特点是以奥巴马原班人马为主，完再配上几个共和党建制派方面的。那么这个是，而且现在是等于布什家族为因为家族的这种仇恨，他是彻底的跟那个民主党是在一起沆瀣一气了。但是呢，美国选民不为之所动。奥巴马川普之所以大幅度的胜选在2016年，这实际上本身就是美国人民对奥巴马的一个裁决。就是他的外交政策是彻底失败的，而且是美国是他自己荣耀最高，一个美国总统刚选上还没怎么着就得诺贝尔奖，对不对？但也是美国这个外交最糟糕的，软的一塌糊涂啊，软的比那个麻婆豆腐还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拜登就他那把年纪，他那个头脑，再加上他这个班子，他有什么创新呢？他要不创新，美国回到那个时代，那美国人民答应吗？想想就知道了。对，嗯，这是这个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团队已经玩过一次了，嗯，玩过 N 次了，嗯，但是还让他这个团队继续玩，这个问题在这儿，他、啊、然后他要创新，对呀、啊，这个问题在这儿，对呀、啊嗯，所以你能信得过这主流媒体吗？他们说的话，你们想想，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方案他要拿出来，然后去，实在没得可拿了，嗯、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想的最简单也好。实在没得可拿，就跟那个当时彭博就是说，居然能想出习近平希望川普连任，这样会继续破坏跟欧盟的关系，对中国有利。就是说，他实际上你现在你想想都好像，但他就把它说出来，你给他做过度解读，那你就上他当了。嗯，好，今天这个中国研究院呢，我们就该节目我们画句号了。